妈，这哥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就是呀，该下班了呀。快到下班时间了。应该是这家吧。妈，我们现在找我弟弟合适吗？有啥不合适的呀？我是他亲妈。走吧。花姐，真是你家呀？哎，你是谁呀？花姐，我是苏妲己啊。苏妲己？要不你先进来吧，进来说吧。家里条件不好，他还有那个时候，你知道你儿子怎么熬的吗？儿子，妈知道你这些年也吃了不少苦，妈呀，也不求你原谅。对了，我知道你现在是那个花园集团的董事长是吧？你看你哥，到现在连个老婆都没有，咱家里没钱，你能给我拿点钱，给你哥那娶个老婆吗？